恩来啊，相信我，我们是忘年交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你的朋友或臂膀。你是我的兄长，人生得以知己足矣。笑得了啊，将好，很好，笑得了。林彪已被迫拆除战刀，正在转移。什么？拆除战刀？这不行，这简直是背叛。给我命令，将他们坚决守住，要服从命令，要坚决守住。难道你要他们全军覆灭吗？那是我们混军的精华。喂，是的，我是朱德。哦，老彭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报。行，晓得了。彭德怀也撤出来了，敌人已迂回到他的侧背，不撤啊就完蛋了。哎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八军团也告急了。三十四师已无法主动的脱敌，请求增援，否则我哪来部队增援？那就叫他们就地坚持。傻子叫就地坚持。报告主席、总主任、总政委，让我通知你们暂缓前进。